会把土地要回来拆屋还地。谢谢。好，那个我处理一个程序的问题啊，那个刚刚国民党的那个杨委员有提到说要这个为刘姓小朋友啊，这个小灯泡默哀一分钟啊，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就用程序的问题来处理。假如没有的话，我们请大家起立，还有官员列席人员一分钟。好，时间到，啊，请坐下。另外，跟我们委员会报告，我们明天这个内政委员会有排这个专案报告，啊，就这个随机杀人事件这个部分，我们也请内政部啊，还有相关机关啊列席啊询答，啊，那假如各位委员对这个议题有关心的话，明天可以到我们内政委员会哈。那接下来顾立雄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想是不是先邀请一下财政部的？顾委员你好，是我只就这个你们提出的报告啊，所提到的那个中国国民党及其附属组织取得或使用国家资产清理跟处理专案报告来就教，就是说这个处理的中国国民党及其附属组织取得或使用国家资产的这一个协商处理原则是定定在什么时候？就相关的资料看起来，应该是民国九十三年的时候。是。那在民国九十三年的定定的当时，就政党或其附属组织取得的或使用国家资产的这个部分，大致上在它的第三点有列了以下这几项，也就是说，包括依照国行最高委员会他的这个核定之后呢，就直接转账拨用的国有特种房屋及其基地，还有呢，行政院直接转账让售接收的给他的系院，还有直接作价转账的这一个不动产等等，哦，或者直接以政府机关预算编列购置的不动产，或者是因为占用的关系而承租承购的国有不动产，或者是无偿使用的国有不动产，或者占用的国有不动产等等等等的这些。